现在最近又开始稍微一个礼拜看有没有早一天断食之类的。小孩问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不吃吗？”然后姐姐可能会问我，然后弟弟就会说：“妈妈屁股太大了啦，她要减肥。”方知有被儿子嫌屁股大，一日断食法挑战出道最瘦。拿金马之后有涨价？有涨价吗？还没 ，CP 值很高。去年获金马女配的方知有接下第46届金穗奖颁奖典礼主持人，这也是她主持初体验，一日出席儿童国际影展活动，被问准备的如何。目前就是我现在得到的资讯，我只能观摩以往的金穗奖，然后压力好大。我刚才问我经纪人说可以取消吗？就是很紧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主持过典礼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生新挑战。你有看过小乔在那个金马红毯吗？有啊有啊。嗯，不会不会，因为我不是接红毯，不一样。对，但是没有啊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工作的状态。那他那天可能也真的有点紧张。没事的，小曹，再接一次，下次会更好。就不用再瘦了吧？应该已经很薄了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你人好好哦。现在是真，因为现在比金马奖的时候体重还瘦一点点。然后就希望自己可以再瘦个5公斤之类的，就是也看起来现在不能讲。如果我再瘦了5公斤成功的话，应该就是我出道以来最瘦的时候。现在最近又开始稍微一个礼拜看有没有早一天断食之类的，这样。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断食完以后，身体的精神状态跟气色也都会变好。小孩问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不吃吗？”然后姐姐可能会问我，然后弟弟就会说：“妈妈屁股太大了啦，她要减肥。”因为我老公都会说嫌我胖啊。老公嫌你胖是真心还是你开玩笑？我觉得是真心，但他就说是为你好啊，就是要时刻警惕这样子。因为我其实是很贪恋美食的人。那老公的身材呢？我不好意思说，我很满意可以担任这个儿童影展的代言人。方知有女儿目前就读小三，被问到先前有国小兄妹遭填鸭式教育惹议话题。我们家小孩是走自由派的，就是之前有帮他报安心班，但后来就是他不喜欢，我就没有报。然后他现在就是每天，他也是读公立国小，然后放学后就是接他回家，他就会自动自发把功课写完，然后写完我们就去公园玩，或者是在家里一起那个 switch 打运动。我跟老公都比较是小朋友快乐派，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快乐成长，然后跟运动派，我们很喜欢带他们运动。就你们是愿意出去玩，然后帮小朋友写？但现在姐姐有点不敢了，因为已经要4年级，其实。就算是公立国小，课业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，因为我曾经帮他请了一个礼拜，但是刚好那礼拜是因为他流感的时候，然后他补那个作业补到人生是黑白的，但是弟弟就还幼稚园就随便。